这个表情还要去猜表情。但如果有上年纪的老板，其实上年纪，比如说我妈，她会觉得这种微笑，她是很可爱的微笑，可爱的微笑，真的是那个微笑。她是觉得是就是正常的，她觉得这是个正面表情，对，是吧？关键这个表情配上那个有一个笑起来有两个红的那个最可怕。哎，按错了，第二个是按错了，不是，就是这个两个多按几个，多按几个那个，哇，好可怕！你碰到过职场黑话吗？我没有，我不知道我有时候会不会讲职场黑话，但我没有碰到过。反正我老觉得，当领导给我发说辛苦了的时候，也有用意。对，那感觉就是你干的还不够，每次都是好的，辛苦了。就是比如你跟领导汇报一件什么事儿，领导会说好的，辛苦了。你感觉会说，我是不是还得再加把劲？我还不够辛苦。领导可能是说啊，我知道了。对，